榴莲阿姨不在给包吗？手扎了呗。今天我买这榴莲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嗯？挺好。还行啊。嗯。肉多吗？嗯，行。哎，你拿个手套啊。嗯，不要。这也没多少肉，这里面。那榴莲，你除非买个老大的榴莲，你这个这么大的也行吧。戴手套呗。戴手套拿肉费劲。How can we say forever? 哎，这个肉大。Wherever you go, 哎呀妈呀！ Whatever you do, 哎呀妈呀！ I will be right、好闻吗？Whatever it takes, 这一个榴莲多少钱？130多。就败家吧。这个是金枕榴莲。金枕榴莲说价钱还行吗？那个猫山那个更贵吗？猫山吗？啊。好了。哎、啊。看看。啊。好吃吗？儿子。好吃吗？怎么样？我买这个。嗯。好吃啊。你看。